我收钱。好，无叫你去无用咯。你是要创啊？你几元？二的你几元？三四。阿叔你几元？我收钱。十五号，总共十五个。来，我想要这个袂少。有人要食白带的无？大地，想要食芒果饭，免四百。来，三百号我了，有啥物事？三百，我等下要来卖现了啊！我像咧无要卖，有人要食白带的无？三百了。 我等下叫伊提三块钱，三百怎么吃白带鱼的三百？再过哩，再过哩，那这不会过来哦，三百块，紧好啊，三百再过来，三百那么吃白带的无三百，三百那么吃白带鱼无三百，啊，一个手机，你预炸车就先搞，跟手机那白干的对拼，全部四个人给吃白带，两百好啊，来两百好啊，今天先这里啦，两百好啦，两百块啊。 啊，掏钱掏钱！我后天要准备预算车去。预算车就去个，人家买啊。这下这两百上面几个股啊？谢谢，成功啊！这下这两百上，我直接无你卖两百啊！我讲真嘞哦，你卖几码买哦？要不要？还价好啊！预算车就拢无啊，准备创啊？这上面钱啊几个？这下这里没你。这钱这卡无 ？OK 啊。有啊，阿家你一帮我算。 预炸车就上面去啊，这一包一包过来百块嘞哦，鱼啊鱼了啊，两百。两百两包。四百四，最后这两包上面啊，鱼啊鱼。来，边啊边啊，我边啊大拢买落啊。来，拢我一部啊，四百四哦。哦，那你怎么会多？我去卖面饼，有要一包一包，你要一包呀？哦来。好啊好啊，我一包无外贵啊。来，诶，恁搞要食鱼啊，我先卖鱼啊无？阿哥，你卖哦，你先去买，我包包两件半四包，你不要讲。你是啊，包包全部回来我吃。 好，我处理了啊！来，哎，来，我先喂鱼啊，先来。阿祖来，鱼啊开始吹，来，这个先来。有人要食黄鱼的无？五百了，有人要食无？五百块。来，阿姐的给一只睇下见，听我讲做较平当。五百上面食五百块，黄鱼够有人要食五百了。来，一尾卖五百，两尾卖五百，三尾卖五百，四尾互你。一尾搁送你来五百上面食黄鱼，有人要食无？黄鱼，五百上面食阿家收起。 四百了啊，上面写四百了啦，四百块啊。四百了咩啊无？三百五十了啊，三百五，看你要买无？三百四十九。头前。妹妹甲当兵抢的钱，有当时一秒就影响你一世一世人啊，一秒就影响一世人啊。后边个有套住甲章鱼姐啊。 是啊，恁遐惨啊！来来来，套丢起个，恁个做啊，恁便当个有遮遮济物件。来来来，起个起个，三码上，你啊，套丢上来，套丢上来。开玩笑啊，搞剩三百了啊！我见啦，大老客哦。来，有人要食套丢无？无鱼啊，我食我才来。你讲上好，我送三百四十九，要塞。哎，套丢要食来五百了啊！ 两尾，互你三尾，互你四尾，互你。哎，对啊。五尾无够，两尾五百了，多少个？多少钱？两尾，来我两尾。五百块。啊，刚收着，一尾五百，两尾五百，三尾五百，四尾五百。五百。来三个。两尾。四个。好啊，无啊，是毋好去无？帮你倒转。来，一尾五百，两尾最后一个送，三尾四尾五尾六尾来。 一杯两杯，啊，拄啊好咧，刚刚好，伊要两个了，计是要送伊，那我有了，来，阿哥这收掉，谢谢你，好，等恁开始来请啊，感谢你啦，来，等伊只要等偌济好不好？来，来，你先飞飞，唔知我到七点还是你七点半去？哎，来，来，我好，我收伊，啊，好，保利龙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来，这碗我搞倒三公就好，我今仔白白，碗。 来，有人要食碗鱼的无？想要食免钱，免八百，三百块了。客气啊，接客好袂袂，三百上面食碗的三百，两百三百，来这拍哪一只？三百块有人要食的无？这两百够你啦，两个人客了，先客钱的是命，两百了啊。来两百块上面食碗的，两百了。来掏钱，我坐啊。两百了，最后坐两百块啊。好啦，哎呀，我等下时间你用。最后这块五十上面来。 五十块了啦，五十上面去啊，谁来上啊？三十块俾你啦，无啊。
回去上面吃。来，你上播啊！你要上播。伊是要怎送你啊？你啊，高雄来到这啊，无送你啊，是吧？沙发了。啊，好，阿刚麻烦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来，吊灯给我请起来，这麻烦一下，麻烦一下。到刷过去，来，帅。你上点的？你上点的？我老爷花你赚钱，一千了，你要哪坐一千？一千，一百块哩，你大只啊，一千好，一百块哩，卖我讲啊，一千，一百块哩无啊，顶起来大大只，你规尾拢无饲的，才五只，一斤上啊，拢无饲，一支饲拢无。啊，这你边个大大只，你唔免多请多少？啊，你包啊！啊，这大只啊，你讲的这大只呢？哦，你要六百啦，要六百，卖勉强啊，好吧？六百楼啦，卖俾一千啊，四百楼。来四百。个人要来无？啊，这边嘛要来两个，两只啊，阿你我两个。这下这只两百，上面无啊？这下这只两百，上面只。我带少啲钱啊，来这钱票我带少啲钱。这下这只两百，上面啊。我带钱，要只要我用。好，你带啊，这你带啊，你卖紧张，做认真去带啊。还有萝卜糕嘛？萝卜糕无啊？阿哥，你下边敢有果冻？就猛吃过来，小龙汤包就大了锅了啦。哎，你骗我，我怎行啦？我等下我还用哦。我先别，你有人要吃骗我怕啥无？澎湖的怕啥？唔免落去开沙发机啊！我来要吃骗我怕啥，等于真正的上好吃，新鸡钱的新苗。来，我皮窑阿叔。来，新鸡钱的新苗两百块了。上面吃骗我怕啥，两百块了两百块。有人要吃平和的泡茶，我两百块。来，有人要吃泡茶，我两百零啊！这真正的配方够赞的。来啊来啊，这个你啊，这个你，这个你啊，两百上面吃啊，紧来啦！有人要吃泡茶无？紧来，两百块。两百，有人要吃泡茶无？两百。来，先给钱，我再买块给啊！这个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两百上面吃啊！皮也无啊！两百，人要吃腰修，这大堆安尼两百块，无人要揢钱收下嘛？这堆安尼拍打两百，无人要来哦。莫起来啊嘞！好好好，真谢真谢，今仔恁甲我停到即马，辛苦恁啦，辛苦恁啦，感谢恁，感谢。最后一个无，今天一尾剩几块钱啊？我望下几块啊，再拢互恁啦。来两百，最后一个。头前，我两个。最后一个上面两百多啊。两百个要吃哦。你三下我只。怕啥？两百只。两百啊。好，我刚来这臭村嘛，你搭高搭来，我阿妹我先来一款来卖卖。来。好，你听我讲话啊，你两无搁走啊嘞，我稍微扫单嘞。来。哦，我知啊，我知你边啊阿叔迄条虾仁，伊去整条迄虾仁。什么虾仁条？大条的哦。来。还是你帮我弄下。来，我再全部做一改变，我再全部做一改变，拢无啊！来，这两下都无卖啊，拢未去卖啊，无时间能卖，不是无卖啊，无时间能卖啊！来，我先卖些上好些来，这青椒你拢查会着，我桌顶只拢大斤的，你哪会当去查？来，这几支你去查，台中啊，上有名，你去无？手工卷啊，上厉害，真正无错，我专工去找啊，因咧经理来拜访的，来啊，这啊。伊这个名叫手工脆皮虾仁卷，你只要当然哦，我若讲这间公司，我该四支送给伊尔啦，我四支给恁简单介绍，真材实料安尼落啊。这叫手工脆皮虾仁卷，这个我只敢抓一条要百八块啊，百八加百八偌济？三六。唔免三六，三百怎么只脆皮虾仁卷三百？你搞买三百，我这条搁在两百六百个，这条够哩。安尼你买袂着啊，先加钱，我加一条三百块怎么只？啊，收得哦。有人要食脆皮虾仁卷无？三百块，你相信我吼？这间公司你真正咱去来访问一下，手工卷啊真正全台湾有名，新客钱我一条要三米，这全部六条手工的，无啊，安尼无，三个啊，来无，背一桶啊一卡布，啊加背一桶啊一卡你家背就好，来，一个最后一个啥，最后一个百五尔无，减三条最后一个百五，我变你无用你个咯，来，来。这个、鳍啊，给它煮到到尾拢无味。我想要卖一下迄条螃蟹，好食螃蟹。这花枝海鲜排，这真正了啊！外口三条，增加煞百五，这六条增加煞三百，三百五百尾，来一包上面吃一百块了。
我袂想遐好。来边啊！这块搁送你，这块搁你，这块搁你，这十块你免考虑。全部啊！我边啊全部啊！哦哦哦，那就就弄就弄，那怎么弄？怎么弄？二四啊六八十多少钱？我贵的。我二四刚分开底啦，这夹做伙啊。啊！歹势无啊！来，歹势歹势无啊无，不好意思啊。来。姐，你意大利面呐，剩一半，想看哪个炒菜用，看下对唔？来，这叫迄个先知卷强将诶，伊有飞机甲虾啊，一个人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五条，唔免三百，唔免几只过来，这五条够我送，二十条两个了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好停，好停啊！无啊无啊无啊，再搁一个，无啊无啊，这两个先啊无啊，真正是迄两个先啊。来啊，迄两个先啊啦。哦。迄个第一个、第二个无啊，我再搁别办啊。来一百了。来一百块。头前啊，做你收啊哟。对，收啊，收着。来，无。来，我叫车无买着，过来买车。来。你一百块，然后随开，我随分咯，无时间啊。来，下家搁有啥物玩啊？